第二集，这一次他认真审视着太阳穴位置，不放过一点细节。几经比较，他发现除开最初的血污，狰狞的伤口并没有再流出液体，倒是得到了最好的止血和包扎。而那缓缓蠕动的灰白大脑和以肉眼可见速度生长的创口血肉在昭示着愈合的到来，也许三四十分钟，也许两三个小时，那里将只剩下浅浅的痕迹。穿越带来的治疗效果？朱明瑞翘了下右边的嘴角，无声低语。接着，他长长吐了口气，不管因为什么，至少自己还是个活人。定了定心神，他拉动抽屉，拿出小块肥皂，从橱柜旁边挂着的破旧毛巾里取下了其中一条。然后打开大门，走向二楼租客公用的盥洗室。头上的血污得处理一下，免得总是一副案发现场的模样。吓到自己不要紧，要是吓到了明天得早起的妹妹梅丽莎，那事情就不好收场了。门外的走廊一片黑暗，只有尽头窗户洒入的绯红月光勉强勾勒着突出事物的轮廓，让他们像是深沉夜里默默注视着活人的一双双怪物眼睛。周明瑞放轻脚步，颇有点心惊胆战地走向盥洗室。进了里面，月光更盛，一切清楚了起来。周明瑞站到洗漱台前，拧开了自来水龙头，哗啦啦，水声入耳，他豁然想到了房东弗兰奇先生。因为水费包含在房租内，这位头顶礼帽、内穿马甲、外套黑色正装、矮小又瘦削的先生，总是积极地前来巡视几个盥洗室，偷听里面流水的声音。如果哗啦的动静较大，那弗兰奇先生就会不顾绅士风度，凶猛地挥舞手杖，击打盥洗室之门，大声嚷嚷：“该死的小偷，浪费是可耻的事情，我记住你了，再让我看见一次就带上你肮脏的行李滚出去！相信我，这是全廷根市最划算的公寓，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慷慨的房东了。”收回思绪，周明瑞打湿毛巾，清洗脸上的血污，一遍又一遍。等到照过盥洗室破破烂烂的镜子，确认只剩下狰狞的伤口和苍白的脸庞，周明瑞一下轻松了不少。然后脱掉亚麻衬衣，借助肥皂搓揉沾上的血点。就在这个时候，他眉头一皱，想起或许还有别的麻烦。伤口夸张，血污众多，除开自己身上，房间内应该还有痕迹。过了几分钟，周明瑞处理好亚麻衬衣，拿着湿毛巾快步回到家里，先擦了书桌上的血手印，然后依靠煤气灯的光芒寻找别的残留。这一找，他立刻发现地板上和书桌底部有不少飞溅出的血点，而左手墙边还有枚黄澄澄的子弹头。用左轮抵住太阳穴开了一枪，前后线索豁然贯通，周明瑞大概明白克莱恩的死因了。他没急着验证，而是先认认真真擦掉了血痕，处理了现场，接着才带上弹头回到书桌旁，将手枪转轮往左打开，倒出了里面的子弹。啪啪啪，一共五枚子弹，一个弹壳，皆流动着黄铜光泽。果然，朱明瑞看了眼那空弹壳，一边将子弹挨个塞回转轮，一边微微点头。他视线左移，望向摊开笔记本上书写的那一句：“所有人都会死，包括我。”心里跟随涌现出更多的疑惑。枪哪里来的？自杀还是伪装成自杀？一个平民出生的历史系毕业生，能惹上什么事情啊？这种自杀方式怎么才留下这点血痕？是因为我穿越及时，自带治愈福利？沉吟片刻，朱明瑞换上另一件亚麻衬衣，坐到椅子上，思考起更加重要的事情。克莱恩的遭遇目前还不是自己关心的重点，
真正的问题在于弄清楚为什么会穿越，能不能再穿回去。父母、亲戚、死党、朋友，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各种各样的美食，这都是想要回去的迫切心情。啪啪啪，周明瑞的右手无意识地甩出手枪转轮，又将它收拢回去，一次又一次。这段时间和以往没太大差别啊，就是倒霉了一点，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就穿越了？倒霉。对了，我今天晚上吃饭前做了个转运仪式。一道闪电划过周明瑞的脑海，照亮了他被迷雾所遮掩的记忆。作为一个合格的键盘政治家、键盘历史学家、键盘经济学家、键盘生物学家、键盘民俗学家，自己一向号称什么都懂一点。当然，死党也常常嘲笑是什么都只懂一点，而方叔便是其中之一。去年回老家，在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现装竖版的秦汉秘传方术纪要，看着挺有趣的样子，觉得有助于在网上装逼，于是就买了回去。可惜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竖版让人阅读感很差，自己只翻了个开头就把书丢到角落里去了。等到最近一个月连续倒霉，丢手机、客户跑路、工作失误，不好的事情轮着到来，才偶然想起方术纪要开头有个转运仪式，而且要求极其简单，不用任何基础，只需将所在地区的主食弄四份，放在房间四个角落，这可以在桌上、柜子上等地方，然后站到房间中央，用四步逆时针走出一个正方形。第一步诚心默念浮生玄黄仙尊，第二步默念浮生玄黄天君，第三步默念浮生玄黄上帝，第四步默念浮生玄黄天尊。走完之后闭上眼睛，原地等待五分钟，仪式就算成功。抱着反正不要钱的心态，自己翻出那本书，照着要求在晚饭前做了一遍。然而当时什么都没有发生。谁知到了半夜，自己竟然穿越了。穿越了，有一定可能是那个转运仪式。明天在这里试一试，如果真是因为他，那我就有希望穿回去了。周明瑞停下抖甩左轮手枪的动作，猛地坐直了身体。不管怎么样，自己都要试一试，死马也得当成活马医。确定了计划，周明瑞顿时有了主心骨，惶恐、徘徊和不安全部被蜷缩于了角落。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有心情仔细审视克莱恩残留的记忆碎片。周明瑞习惯性站起身，关上管道阀门，看着壁灯缓缓暗淡直至熄灭，自己则重新坐下，一边无意识摩挲着手枪的黄铜转轮，一边按住头侧，与染着绯红色泽的黑暗里静静回味，如同电影里最专心的观众。或许受子弹穿过的影响，克莱恩的记忆就像摔碎的玻璃，不仅失去了连贯性，很多地方还明显缺失内容，比如做工精致的转轮手枪从哪里来，是自杀还是他杀，笔记本上那句所有人都会死包括我究竟是什么意思，事发前两天有没有参与奇怪的事情。不仅这些具体的回忆成为了碎片有所残缺，就连掌握的知识也是如此。以目前的状态看，周明瑞相信克莱恩如果再回到大学，恐怕毕不了业了。哪怕他实际才离开校园几天，并且对自身没有丝毫放松。两天后要参加廷根大学历史系的面试，鲁恩王国的大学有毕业生不直接留校的传统。导师给了一份廷根大学一份贝克兰德大学的推荐信。周明瑞无声观看之中，窗外红月西斜，逐渐下沉，
直至东方有微光亮起，地平线染上金色。这个时候，里面房间有动静传出，很快，脚步声靠向隔离门。哼，梅丽莎醒了，她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准时啊。周明瑞微微一笑，受克莱恩记忆的影响，对梅丽莎有种看自己亲妹妹的感觉。然而我并没有亲妹妹，他随即吐槽了一句。梅丽莎和班森·克莱恩不一样，启蒙教育不是在黑夜女神教会的周日学校完成的，她到读书年纪的时候，鲁恩王国颁布了初等教育法，建立中低等教育委员会，并专门提供拨款，加大了投入。不过三年，在收编了不少教会学校的前提下，众多的公立初等学校建立了起来，严格保持宗教中立性原则，不牵涉风暴之主、黑夜女神和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的纷争。与一周只用一个铜便士的周日学校比，公立初等学校每周三个便士的学费显得颇为昂贵，但前者每周只在周日学习一天，而后者却要足足上课六天。综合来看，低价值近乎免费。梅丽莎与大部分女孩不同，从小喜欢齿轮、发条、轴承等事物，立志要做一名蒸汽机械师。本身吃过文化亏，明白教育重要性的长兄班森，就像支持克莱恩读大学一样，支持了妹妹的梦想。毕竟廷根技术学校只能算中等教育，不需要再上文法学校或工学做积累。去年七月份，15岁的梅丽莎通过入学考试，如愿以偿成为廷根技术学校蒸汽与机械系的一员，每周的学费也提高到了9便士。而与此同时，班森供职的进出口公司受南大陆局势的影响，无论利润还是业务量都大幅度缩水，不得不裁员超过三分之一。班森为了保住工作维持生活，只能接受更加繁重的任务，必须经常加班，或是前往环境恶劣的地方出差，就像这几天一样。克莱恩不是没想过帮哥哥负担，但平民出生的他，普通文法学校考入的他，一进大学便强烈感受到了自身的不足。比如作为北大陆所有国家源头语言的古弗萨克文，对贵族子弟、对有钱阶层的孩子们来说，那是从小就得学习的内容，而他直到大学才初次接触。类似的方面还有很多很多，克莱恩几乎用尽了所有力量，经常熬夜早起，才勉强追上了别人，以中等成绩顺利毕业。关于兄长和妹妹的记忆跳跃于周明瑞的脑海，直击罢手转动，里面房间的门吱呀打开，他才豁然醒转，想起自己掌中正拿着一把左轮手枪。这可是半管制的物品，会吓唬小孩子的。还有我头上的伤口。眼见梅丽莎即将出来，周明瑞边按住太阳穴，便慌忙拉开书桌抽屉，将左轮手枪丢了进去，砸出砰的一声。发生了什么？梅丽莎听到动静，疑惑地望了过来。她正值最青春的阶段，即使吃不上什么好东西，脸庞消瘦，略显苍白，皮肤也依旧充满光泽，散发出少女的气息。看见妹妹褐色的眼眸探究望来，周明瑞强作镇定，将靠近手边的事物拿起，然后从容关上抽屉，掩盖住左轮手枪的存在，而另一只手在太阳穴位置的触感让他确定伤口已经愈合。他从抽屉里拿出的是一块银白色有藤蔓枝叶花纹的怀表，顶端轻轻一按，表盖便弹了开来。他是三兄妹的父亲，那位皇家陆军上士遗留的最值钱物品，但二手货毕竟是二手货，最近几年时不时就要出问题，哪怕找钟表工匠修理过也是一样，这让喜欢带上他抬高身份的班森屡次出糗，干脆丢在了家里。不得不说，
梅丽莎或许真有机械方面的天赋。掌握理论知识后，便开始借助技术学校的工具捣鼓这块怀表，最近更是宣称将它修好了。周明瑞看着表盖弹开，看到秒针停顿不动，下意识转动顶端，打算给怀表上弦。然而他扭了几圈，还是没有发条绷紧的声音传出，秒针依旧一动不动。好像又坏了。他没话找话说的看向妹妹，梅丽莎没有表情的瞥了他一眼，快步过来，一把拿走了怀表。他站在原地，先将怀表顶端的按钮拔起，仅仅转动了几圈，便有哒哒哒的秒针走动声传出。